连你这么，没，公司最近生意不好，又一直亏钱，头痛啊。这样我们去吃便宜点的咯，吃小班档口。不可以的，公司生意再不好，我也不可以亏待你嘛，而且要带你吃更好的，走，我带你去吃好料。丰盛嘞，丰盛嘞，因为我就是不知道你想吃什么，所以我把自己全部最好的都叫过来了。马铃薯，很好哦。它这种不是那种罐头的马铃薯来的，它是那种人做的马铃薯来的。好吃，我家的面包不是那种白面包来的 ，Skewer Wings。好吃，吃一个看。它就是，有腌过了的鸡来的，那说韩国说这样子的。Salted egg squid in pasta。你有吃过这样黑的面吗？没有，我第一次哎，而且很香哦，它的那咸辣味，你看。它咸辣味很重，因为有些咸辣没煮到比较急那种料。对，粘稠粘稠这样啊，这个都好，这个刚刚好，它又不会太紧，它也不会太粘。Bojari rice with chicken paratha， 它的鸡是用很多种不同的香料，还有yogurt做成的。好吃，没有介绍错耶。来，我自己来一个。咦，通常我们外面吃的三八类比较带很辣，很辣，这个还好，有点带甜的。它甜辣刚刚好。这里就是 Walnut 最新推出的 Frozen Series。它的绿角包很酥脆很爽口，不会觉得很窄，然后它下面有新鲜，真是很好吃。我是吃煮熟过的小焖啊，没有试过牛角包是配生的小焖还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是啊，真的很特别，真的很特别。加个 sauce 搭配下去很好吃，真的很特别，很不错这个口感。它的面哦没有煎到很熟，这个刚好。对啊，因为太熟了它就很硬。好不，它加满的 sauce 一起就全部搭配起来了，真的是好吃。到了我们的甜品时间啦，你们女生最爱的。before 我们吃甜品前，我们先来喝一喝这个。Lemongrass white tea， 我告诉你爹，这一道茶是每一个顾客来这里必点的，你一定要 try try。讲，是不是感觉很 refreshing？ 很像哦，不完全像我们泰国喝的那个 lemongrass tea。虽然它只是一道茶，但是你是喝得出它里面是有斑斓味，也有这 lemongrass 味。最重要，它用的糖是焦糖。Apple crumble。好料哦，它这里有 chocolate waffle， apple crumble， 还有 ice cream。它不会很甜，它真的还是刚刚。Premium chocolate whiskey walnut cake， 它没有 chocolate 哦，它没有 walnut， 最重要里面还有 whiskey。你爱喝酒的面？对，因为现在人都爱喝吃这种酒精蛋糕，所以说它的酒精也恰黏到恰恰好处，不会太脆的。现在这份蛋糕只有他们 Walnut Exclusive 而已的，你在别边是找不到的哦。那喜欢吃酒精蛋糕的人一定不要错过这份甜品哦。Cappuccino oat milk。首先，一般上的咖啡我们都是用 fresh milk 来做的，对不对？这个它是用 oat milk， 特别适合那种爱喝咖啡但是又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哇，它咖啡那个 roasted 味很香哎，大力推荐给咖啡爱好者们。Banana oat milkshake， 也蛮好喝的嘞，它没有很重那个 banana 的味道，然后有放一些 ice cream， 是 vanilla ice cream 的，所以它整个味道 match 起来啊是很好喝。
各位观众们，如果你们喜欢吃 Western food 的人，或是喜欢喝下午茶跟喝咖啡，你们可以来这里 Walnut Cafe。而且我还听讲他们里面有一个 private room 是可以给做 event 的。对，最重要的现在是3点到6点有 promotion 哦，需要一份蛋糕跟一份咖啡，有20%折扣。OK， 各位朋友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下次再见。拜。这一集的美食影片是由 Urbanism 健康瘦身专家荣誉呈现。想吃美食又怕胖，别担心，有了 Urbanism 纤体糖，三餐照样吃，再也不需要逼自己节食啦。Urbanism.